反正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富有而有味儿的，但是我并不被这些东西所影响，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，我唯独追求的就是一段平淡而平凡的感情。正有味房间发现的那个亮出来。哦，这是你给他的。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？为什么？哇，你送给他，他送给我，我送给他，漂亮！哇，这什么博物馆啊？我们转这一圈，受伤最深的就是我，就是我，这是我。我辛辛苦苦一个叠的，我就你好好的给我10块钱不行吗？我其实不需要那个，你给我扫码付也可以，二维码在这儿呢。纯纯高兴的时候我就高兴，纯纯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高兴。给我们家纯纯买个棉花糖，纯纯，纯纯。都给你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之前失忆了。他一直在等纯纯醒来。有些事儿我可能记得没有那么清楚。为了能帮他找回他的记忆，我确实陪伴了他20年，一直守了他20年。这条街所有出现的人和东西都是2018年。乔乔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，跟我回大梁吧。我就不去了，还是让元彻皇子陪你回去吧。哼，嘿嘿嘿，小狐狸，狡猾。乔乔，你知道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只不过，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呀？我之前舍命救你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居然还让我报答你！我现在就是报答你，让元彻皇子送你回去。备马。太子要去哪儿？进宫，跟魏帝辞行。诺。嗯。乔乔，我走的时候，记得来送我。为你点赞。